咋了？想家了？想外了？你去就吧，你想玩他妈了吧你？哎，恁老婆长啥样？不好看，嘴大。咦，人家都说嘴大的女人给床上了可能干呢。哎，你这出来，你不把恁老婆给人别人睡了？俺村那都催大空去了。那姑娘媳妇都给家闲住了吧？那可没啊！哎，要不你给我写个条。 我去恁村当个男人咋样？去不能去了，写什么条？
我又不是谁的老婆。你看你那个熊样。哎，想不想回家呀？这不想回家。小弟儿，今儿就送你回家，你看咋着？哥，今儿几号啊？还没开钱呢。哎，真嘞？你骗人！对，骗你弄啥嘞？你看。我路不发出，一个人不当心啊！哎，快去吧。团长，团长，站住！我救援弟弟吧，哥们！你别进，撒口水，撒口水！你救援哥们，我救你，救你妹妹！哎，其他人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哥们！你箱子，你放心吧，我给你们救出来啊！你箱子全走，连跑，咱们团队有我啊！哎，那边跟了，那走外围了，我前面啊，走外围了啊。任侠，出来打的是为啥打的？你保安给他家发电吗？别急，我说，我说你别急，咱坐着，你坐着说中不中？我哪能坐着啊？我说恁急对不对啊？你说叫他去家里来说，我都理解。可是你说这没有啥必要吧？我这么说，不是有必要没必要？这俺农村人习惯，你这让他家人看他最后一眼不是？不错。可是这唐朝阳是他哥嘞，要说起他能做主，他不能做主吗？不是他做不做主，你跟我说没用啊！人命关天，你还是找唐朝阳说吧。走，我说，哎，我说，你不急中不老弟，你先坐，说中不？你先坐来。先弄个脸洗洗，啊！宋明明，你真不够意思，我跟你说，我等着你发电报，你坐到这儿干啥嘞？矿长，我跟你说，跟你没关系。那老唐，你先。是嘞，不是你逼是不是？他不让出去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还有人搁门口站住。不要欺负他啊！不是说不叫恁家人来，你知道吧？你这心情我理解，我都理解。不是你跟他说，你跟他说吧。你说，这个恁弟弟死了，对不对？被砸死了，急我都理解。可是然后我矿长也算出个事儿啊！我不是说不叫恁家人来，你说天真冷。几千里地跑过来了，到时候恁爹恁嫂都冻一宿，我是怕冻他，你知道吧？我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也没经过这事儿，对吧？我也是第一回，俺爹俺妈不来，我也做不了主嘛。你看，我就这吧，让咱村支书来。我说大爷中，你叫他来啥用？你说那原来路，到了路上吃来花来，他都得从夫妻心里扣。到时候你说那俩能分多少钱？分不了多少钱，关键是。钱算个啥？100万也买不来俺爹的命。耶。老唐，那你要都这说，那咱俩没话说了。我也不跟你说了，不说就不说了。耶，老唐，你咋了你？我说矿长，你过来吧，咋了？你来的时候，你跟你说的好好的，那俩干过这，干过那，干过多少天，你又才来多少天，那不出事了吗？不是矿长，你跟我急，你别跟我急，你跟我说，我听我说，嗯，你别说了，中不中啊？全当我倒霉啊！你跟他说一下，我就这2万块钱，中也中，不中拉倒啊！你去吧，你去吧。我说能，我试试啊。
看啥了看啥了，走吧走吧，有啥好看了呢？这是矿长，嗯，都安排好了，各个路口都派人把守。好好好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是一点风声都不能透露啊，一透露场外一查，他饿完蛋。矿长，你找我？哎，老总，先坐，先坐。哎，没事，你说吧，你先坐，你先坐。哎，坐这儿。你让我说的咋样来吗？你让我咋说了？你还是让公家处理吧，他该拿多少抚恤金拿多少抚恤金啊，这样处理就公平，你也省点心呢，是不是？那叫公家处理呗。咦，我不害怕。这县长、局长，这咱都是朋友，没他女咱也有人。关键要是都这处理，他唐朝阳最终得不到啥好处，你想一想。他得不得钱啊，跟我没啥关系。我是听恁俩传话的。哎，要不这吧，我去找朝阳，恁俩谈吧，好吧？哎，老总，老总，我这不是对你嘞，他不冷静，我忘了跟他说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恁俩是朋友吧？现在你给我说说，他到底啥想法？他说呀，他家人要是不来，你最少得出10万。多少啊？10万，一分钱都不能少。你就得去抢呗。矿长，你想想啊，这个事儿都没搁到咱身上。你看他跟他弟一块出来打工，这没挣多少钱，还搭进他人命。这我都这我都知道，关键我不是拿不出来吗？这矿上效益也不好，这2万块钱我也是借的。不是，我也知道那开药的不容易，是吧？不过，你看你也跟他张张，我也好跟他说呀。中中中中，这都好说。来来来，你先点住。哎，我这有，我这有。矿长，还跟罗泽仁吗？不行了，给他们办了。不要货了，不用认金。不行了，跟公安局的刘局长、跟张院长打招呼。拉倒了，拉倒吧。这后面一来啊，吃喝还得拿，你摸个10万20万根本打不住，根本知不知道？是是，不到万一百一，拜拜拜拜，请他们啊。行行，是是。这是你这几天的工资，这1000块钱来，你拿着买包烟洗洗。这钱我不能要，不好有人知道。你就是不给我钱，我会帮你的忙。这我清凉，关键我不能亏朋友吧？你看啊，这也快过年了，这天上那个尸体躺到矿上。对咱开矿也不吉利啊，我也知道啊。我替赵阳说句话吧，你给他2万块钱确实太少了。你看他弟妹还年轻，领着俩孩，爹妈都在，你让他回去咋交代啊？那我最多再拿2万块钱呢，我多一分都没用啊。这要不咱叫爷来帮忙呗？你看啊，耶，这个2000块钱呢，你先拿着。不是，这是能啥那个？要不是快过年了，你也先回去了嘛，咱抓紧给这个事情聊了啊。不中。我来试啊！哎，啊，孔娘，来，哎，别急，你先给这个签了，你在上面签个字。我看不太懂，老宋，你帮我看看。我说，咱俩看好啊。这个，这是上面写的，他弟弟是自己不小心摔死的啊，跟咱矿长没有任何关系，对吧？矿长啊，咱们是说好了3万吗？这钱不对吗？你咋不整好嘞？都不容易。这恐怕不中。我说。不中，你给我两个指头多少中不中？啊，他值2000不值？哎，差不多了，来吧，给他签字吧。马上收拾东西啊，赶快把他抄了，立马给我滚蛋。
活来。到鸡巴不知道动动脑子。就你弄。谢了。啥谢？恁弟了。你，我都忘了。你别鸡巴给我装糊涂啊！哥，你想穿嘞？我要的是这。给你吧，还不够打一炮呢。你别来这一套，一人一半，我可不坏这规矩。你也装了，拿着吧。你拿着吧，你。哥，就你了，拿好啊。我还是觉得不对。咋了？你不是说好三万，咋成了28000了？咦，你啥鸡巴意思呀你？那鸡巴都是我争取过来，你知道了吧？要不下来你谈中不中？看你急啥？我不是说那矿长心黑吗？真是的，都鸡巴一样，想少出点血。咱弄来的人叫啥了？姓袁，谁鸡巴知道他叫啥？你欺负他乡里边起个唐朝下，你是照样是他哥，他不叫朝下。电话过一会儿啊，下回该你哭了。把你的手机收好，看一下地址对不对？哦，对。哎，那个几天能到啊？2-3天。谢谢啊。好，再见。哎，你给他存起来，存起来啊！哎，那二的学习咋样了？他考了好不好？你可说啊，不要考不好了，我回去揍他啊！哎，年头都回去了啊！走吧。哎，你跟人家说啥不？钱都寄回去，说啥说？啊，他也不说了。那啥，他给他家先寄回去了，你跟他说一声啊！啊，好，就这啊！哎哎哎。鸡巴哪会唱歌呀？他就会弄那。你去瞧啊，咱单位唱歌我还在第一排站着嘞。那啥时候唱了啥歌呀？唱了那个社会主义好嘛，三个社会主义好。哎呀，大哥那个歌到老了，我给你唱个新歌吧，社会主义好了。你让那先唱，你唱。行行。
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江山人民地位高，万能买卖的老帝国主义加入为王。这不早都改新词了？改啥了呀？你多少年代了？你看恁日日图，他帮教导帮来，咱一块教成吗？啊！反动派没打了，资本主义家园美景回来了。全国人民大解放，掀起了社会主义新高潮。新高潮，新高潮。想高了，以为这些能杀了？杀不了他们，杀不了该不弄了，能把了。他真快了，我紧张。紧张啥了？他又不咬你。要不大哥我帮你一下吗？你就滚蛋吧你！我一想，我来个比这鸡巴100块钱我花了多余。你看你那点出息吧你！你那100块钱我给孩儿，我给孩儿不好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你走吧走吧走吧。哎呀，你真是扫兴。你鸡巴笑啥了？鸡巴笑。还有啥特色？俺这里还有包点羊肉汤和火锅羊肉煮。弄碗汤吗？中啊。弄碗汤，中。稍等一下啊。嗯。咦，我炖羊肉炖羊肉，还鸡巴包点羊肉汤，缺你了。现在除了孩儿他妈，啥都是假的。咦，那孩儿他妈都不一定是真的。要人用的啥？李贵贵，这不谈几百万呢？这崩了一点都不亏的。这鸡巴跟俺村的支出一个球呀！啊，这几百万要是给我，我也开个药。你人家戳死你了！矿上这点事儿，他们差远了。哎，这别说几百万，有几十万我都足了。哎，我把俺儿啊从现在到大学毕业的钱，我都给他攒着，我一分钱都不花。我那个儿学习可好啊！我那个不中，不上。要不让他上去？倒得很，可我一个球呀！姐，别人不一样。对呀。俺这家里没钱，你要是有钱啊，
初中那都不说了，高中吧，大学吧，后边这几班一块肯定能治呀、啊。你取笑吧你！现在啥都没用，有钱就中。哎，小妮儿，有蒜吗？有。那拿蒜。管子工，转个煤气管道。转个煤气管道，多少钱呢？多少钱呢？耶，十来年。多少年技术？耶，差不多。你不干这些年还会不懂啊？也没多少活，得刨个管道。你睡那边，你起来吗？起来起来，走，跟我走，走吧走。刚才找啥人？我不知道，我们提前。等会儿呢，很难。是，我都来了三天了。才来了三天。这有人等十几天了，这得碰运气。我就找了个煤矿的工作，能赚一大笔钱。怎么还不来了？怎么还不到？真的是，说，接个活吧。嗯。大叔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在哪儿？远不远？废话，不远人家能挣那么多钱，一月能挣一千多块了。真能挣那么多？我骗你。大叔，你看，能不能带我一块儿去？那不中，我已经有伴了。哎，大叔。看我，你呀，先别着急。我那个朋友他这儿病了，你要是能当他这儿，他兴许还中。中。我说了也不算，我得问问俺那朋友。哪也中。大中。中。中，那你跟我走。那谢谢你，大叔，谢谢。那中。嗯。你叫个啥呀？袁凤明。袁凤明。嗯。我跟你说，这矿上活可重得很。哎，我不怕，我什么都能干。啊，那就行，走吧。哎，金明，票买没有？还没买嘞。那鸡巴你去那狼人家弄啥去了？路上碰见那孩儿了吗？咦，叫鸡巴你买票，你领个孩儿算能啥的呀？看你急啥呀？他不是想跟咱一块儿去干活来吗？哎，快叫叔。叔。谁是那叔啊？啊？叫啥？我问你叫啥？袁凤明。逃学出来了吧？那咋不上学了呀？没钱交学费。那妈，那爹咋鸡巴当了呀？是学费都不给你交了？这不怪俺爹，俺爹出去打工挣钱去了，都半年没有回家了。你看你哭啥嘞？恁爹发财了，娶了个小老婆，不回来了？不可能。多大了？16。那鸡巴能装？我是看你孩儿可怜，恁这不是病了？
那咱弄这不就完了？那鸡巴经验的事你不知道啊？鸡巴小孩他能弄啥呀？是那多危险那是。叔叔叔叔，我不跑叔叔，我什么都能干。你该鸡巴干啥干啥去，这活你干不了。是，那就帮帮他呗。帮啥帮啊？我说不中都不中，帮啥呀？你等等，来，你过来。你咋回事？你是装了，你还真不想弄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老大，你别跟我急啊，咱是大老爷们，做事得讲规矩不是？啥规矩？你鸡巴弄个小孩，你搁道上还混不混了你？我管他大人小孩，能挣钱就中。哎，你要是没钱，弄孩还不照样出来打工？你可怜他，谁可怜你嘞？反正我觉得不中，不中你自个儿找吧。好，你的身子坐直。好，脸往右转一点，啊，歪了有点。好，高兴一点，笑着一点。你他妈你笑啊！你笑，他妈你笑都不会笑了你，啊？哎呀，你看你，还是老实嘛。你越说他越紧张。小明，别害怕，笑一点。笑了有点太狠了。好，你眼白眨啊，现在很好，眨了。叫啥？袁凤鸣。啥？袁凤鸣。我搂你了我。白天咋给你叫的？脑子让狗吃了你啊！我再给你叫一遍，记住，你姓宋。多大了？十八了。到底多大了？你不是让我多说两句吗？你他妈，你这记得怪清的呀！这听二叔的话，知道不知道？吃不了亏。还要点啥不要了？不吃了。啊，那到那吃吧。嗯。来，老板，算账吧。啊，算了多少钱？九块钱。身份证交一证，办证办证。把身份证交一证，哎。身份证交出证。把身份证交出这儿。二叔，你说咱们顺路能不能找俺爹呢？鸡巴，中国这么大，你上哪儿找恁爹？哎，你说恁爹去哪儿了？听说他去陕西打工去了。等我一挣到钱，先给俺妹妹交学费，然后再去找俺爹，我肯定能找到他。
欠的。哎，老哥，您那儿咬人没有了？不咬。那这附近有没有啥狂咬人？去那边给我看看。那边。啊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走吧，快到了，就给前面。老哥，啊，干啥来？找货了，找货了。嗯，一块儿的，走，走吧，走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行松，他是你二叔，你要是说漏了，你就别想挣钱，你听见了没？听见了。好了，老唐，怎么了？你他妈精神点啊！带人没水性啊！走。来吧。王部长，这是唐小燕，这是俺侄儿。他是我二叔。废话。多大了？十八，有十八吗？我看不像啊。不是，那俺这儿他嫌小呢，什么人能带上去？我看看，这是他了，那这是我，这是我的。下过井吗？下过。怎么不干了？嗯，铆钉了，砸死人了。死俩人怕什么？吃饭就得拉屎，下井就可能死人，要是害怕呀，就别在这干。对对对，王科长，你说的都对。不过你看他那个死人的事儿，也不知道咋传出去了，来了一堆要那个抚恤金的家属。这上来不是派人一调查吗？说他那个安全根本不合格，这一下停产整顿了，这矿长让抓起来了。就是，干不成了，矿也给封了。整顿个屁，整顿也挡不住死人。不过咱们这还是安全了。你们几个先干着。干两天看看，如果行的话，咱们签个合同；如果不行的话，你们收拾你们的行李就给我走人。可是这两天算试工，先不发钱。老板，这怎么能行啊？这什么这？干就干，不干就给我滚蛋！中国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人。哎，老板，干干，给点干。啊，您别生气，暗号不会说话。带他们去，告诉他们咱们这儿的规矩。好，走吧。
都在这儿啊。谁哪儿是哪儿啊？人家谁这儿吧？暖和。走。来，把那个包给我拿过来。把那个黑了，黑包。谢师傅，马上布置。恁俩来，不是，不在工作。你要鸡巴干，你想死嘞你！哎，不是老哥，俺这是他小副董事啊，正好130吧。中，这还差不多，不戴安全帽。下去干活一定戴安全帽，知道吧？你要没钱，你跟我说。就是，恁叔有了是钱，100块钱干点啥不好？还不如给孩子弄点东西。你不傻走着弄啥了？你发了钱还给我啊！拿那个黄豆点煤。怎么样？那地上的菜和面都拿上了。嗯。你带着老鼠吃了都。嗯。你快点。你要谁来人？嗯，找人。找人。你按住警车走。那谁来？大嗓子。找人。你按好，你按去，你按。好了吧？咱们扎车啊，出行不要大言大行。走吧。你的俺这儿叫方明。你啥跟小韩去八号，你也去四号。那种换一下衣服吧，热不热？不热。刚换了，一会儿一干活出一身汗。哎呦，我不热。不听话呀这，快点。搞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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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
弄啥了你？害怕了是不是？胆儿太小了你？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想不想干呢？想干了，他妈你要怕死都白不点干，知道不知道？你跟他喊啥？谁头一次下井不害怕？放点儿，继续干吧，别害怕啊！撤了，没洗手嘞。爷，你咋那么多鸡巴事儿了？这是不是？拿水让喝了，你搁那洗手了？你还？洗澡去啊！啊，来一块洗吧。马大娘，睡觉走不走？对，你们快走。哎，再接一回来啊！啊，可以可以啊，真舒服。上不去，好舒服啊！上不去，哎呀，这孙子，你这嘴巴都咋样了？哎，来大号看看啊，大号看看。水凉了，快加点水啊！哎，快进来啊！水凉了，加点水。怎么样？你搁那看啥来？历史课本。看那能啥呀？可有意思了。哎呀，那有啥用啊？一离开学校啊，你都回不去了。谁说？俺老师说了，只要是能交上学费，还可以回上学。说啥？还可以上学。缺你了那是。俺老师也跟我说过，那学校的恁家开了，那你想回去都回去了。
这俺爸，这俺妈，这俺妹妹，她学习可好了。嗯。啥事儿？哎，啥事儿？说嘛。你看那孩长得像谁？像谁？就啥他弄死那货。那一次？姓袁了那货。姓袁了？啊，咋了？他给车站一说他姓袁，我都觉得有点不对。不会吧？哎呀，我刚才搁他那儿看张照片啊，可像。照片呢？在他那儿。哎，那你咋不弄过来？那我也不能抢啊。管球的，谁鸡巴都一样。哎呀，你说要给他弄死了，这他家都绝后了呀。切，你操那球心干啥？绝不绝后跟咱俩有啥关系？真是，咋了？怕了？我他妈啥时候怕过呀？我就心里不带劲。哎，弄啥了？一点都不像，怎么了？你看了？我当然看了。我说了也不会这么巧啊！你说都鸡巴姓袁，那姓袁的多了，明天就把他弄了。嗯，你别急呀，你这矿上多贼啊！咱俩得装的像点儿。这井底下这钻实在难受。这我也知道，等等再说。几块钱，弄啥？你不管了，我有钱就还给你。给。真考上高中啊？肯定是假的。
小妹儿，咋的啊？累。哦。凤鸣咋胖了，跟女娃一样的。咦，咱那吃麻多让你看见了，不好意思了。那怕啥？我啥没见过。啊，马大侠，你叫我我的啊。我叫你好。啥子？凤鸣，你可别跟他们学，他没一个好东西。咦，你咋知道俺那东西都不好了？咦，老唐那可厉害了，可大。你还说我呢？说我那厉害。你再说，他不是你。谁吧？啊？啊。老明，你搁哪弄啥呢？休息呢。嗯？休息呢。给谁歇了呀？给俺妹妹。哦。出来这两年，家里还不知道给哪儿了吧？二叔，咱啥时候包钱？俺没急着交学费呢，直接快点包钱寄回家。啊，这几天都发了。你妹多大了呀？14。咦，这字儿写的通不孬着了呀？真想早一点包钱。咦。你看这奶大了个牛样的，有女朋友没啊？我老师不让交女朋友。那他说啥你都听啥了？来，洗碗工，二叔帮你记啊。刮胡子吗？啊？为啥呀？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你不让给胡子刮了，像不像个男人呢你？你现在给我刮了。你们两个不爱好人干嘛呢？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王婶，俺正要去发现山上有邮局啊，大家干活就给我老老实实干活，不愿干就给我滚蛋，什么玩意儿？这个鳖孙货，过两天你就杀了，是不是发现啥了？光求他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啊。查冤了，要让死了人，他照样得出血。你把那号办了，他交给我了。哎，你愣鸡巴啥了？你这是咋了？那我还没看呢呀。这有啥看的？那鸡巴我自己不会死是不是？行行，你回去。不是你啥鸡巴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啊！我没啥意思。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啥鸡巴意思？我没意思。妈的，赶紧给我说清楚去。咱把这号办了，他家人按照信上地址找到这儿，咱不就完了？叫鸡巴你能担是不是？那咱不得抓点紧吗？这鸡巴不是抓紧不抓紧的事儿，这鸡巴矿长天天派人跟咱一块干活，你没法下手啊你。那不中，咱都把他弄了。你别急中不中啊？咱们能不能等到机会啊？活了。我是看你对那孩儿有点同情了吧？他妈，我同情他？谁鸡巴同情我呀？这鸡巴不是同情的事儿，我跟你说。我觉得凤鸣这孩活的那脸，基本女的都没碰过，死了可亏。这还不容易，找个女的给他开开户，不就中了？那这事包给你了。有钱我自个儿还弄了。你不喝多不是？这也不是喝多的事儿，100块钱我弄点啥不中？你搞大了。
一人一半。那中，今天就带他去，明天就把他办了。有小姐呗，有小姐不就啥都有了。你是老板娘吗？嗯。您这啥价啊？150。你咋这么贵啊？便宜点吧。便宜点儿，120。100吧，中不中？300、300，那你挑吧。都归这儿了。嗯。瞧上哪个了？这个。小红。嗯，多不？50，怎么样？你管啊，你这单是不是干活没劲儿啊？讲的那个姐姐给你按摩按摩，你知道了吧？都有劲儿，都承认了。二叔，我不用按摩，我打来打来就中了。干嘛？给你看病，快去！去去去，上去吧。走吧走吧。去吧。哎，两位大哥，坐这儿，来坐这儿坐这儿。你们俩是矿上的吧？你咋知道的呀？嗨，一瞅就瞅出来了。你对你这还挺好的呢。哎，咋了？二叔，这脱裤子他。你看你这孩儿咋不知道？你要按摩，人不给你脱光了咋弄啊？你得配合治疗，知道不知道？二叔，我不想。走走走，那上，二叔陪着你中不中？二叔，走。哪儿了？啊！你说你是咋回事吧？我咋回事啊，大哥？他俩是捂着那地方，不要我动。咦，那你这弄啥吃了？你都不会想想法儿？我跟你说，冯明，你得配合治疗，知道不知道？脱光了给屋里等着，你要再跑了，我都不要你，听见没有？去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别走。你给你那技术活都拿出来，你要是给他伺候不好，我可不付钱，啊？俺这可是个童男子。哎，你咋还站住了？躺那儿。秋裤脱了？你不脱秋裤咋按摩呀？你没按过摩呀？好了，脱秋裤。别紧张啊！别紧张，别紧张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秋真丑。来，好，自己脱啊。来，躺这儿，躺这儿，躺这儿。你不躺着我咋按摩？你没按过摩？你叫啥呀？小红。我叫小红。你几岁了？啊，十几了，别紧张啊。
洗个眼，洗说。哎，哥，刚才你们俩不是说好了吗？现在咋不找了？是啊，哥，又想弄我父母车去。这小姐多好啊！我都没开上，我得开上。你咱俩走吧。行啊，不过我可不是那价啊，300。你，真贵了，相亲面了你。啥啊，哥，那人想钻呢，你瞅。咋了？你们俩女的啊，整天都太容易，那一查拉一都几百。我有这100万，让我弄哪儿啥不中？对，那哥你不是好手了？那好手，那也好手嘛。那为啥管男人掏钱？这太不公平了吧？嗨，这你就不能问我，你得问老天爷去。哎，到了。啊！我们要。站住！咋了？啊，到了，是不是给你弄舒服？说话。啊，叔，我变成坏人了，我。这哭糗了，老子出现让你痛快，你这不有啥鸡巴不高兴了？我跟你说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男的都在经历点事儿，你经历了，你不是都承认了吗？是不是？可是那人，我没脸见人了。我不活了，我。你真不知好歹啊！不活你死去，现在你就往墙上跑，碰吧，死去吧你。喝水不喝？啊？给，给！你妈那逼，叫你也不答应啊！你给我较啥劲儿了你？你给我较劲儿啥好处啊你？哎，弄啥了你？你说弄啥了？你咋不动手了？那鸡巴过两天不中？为啥？该发工钱了呀。那一点钱顶个球用，现在是个机会，咱把它弄了再说。老唐，我跟你说，做事讲规矩中不中？送行饭吃了没有？还咋跟他喝送行酒了呀？小鸡巴喝喝啥酒了？别。那鸡巴喝不喝是他的事儿，让不让喝是咱的事儿，知道不知道？那鸡巴枪毙人还得让人家吃喝了不是？中中中，算你会说。那你说咋弄？我说咋弄？我说过两天再弄。你要不弄了，你鸡巴给我弄了中不中？咱俩谁跟谁呀？我弄你干啥？那中，听你的。过两天啊，过两天，过两天。高兴，买瓶酒吧。今儿你那吃了啊？这嫂子啊，啥情况？我再休息啊。哎，不走了。哎，小妮儿给俺留一个啊。快快快啊！快点吧，就那几根毛，输啥了？输。走走走。
老李，老板，哎，刘先生，老板，等等啊，啊，我等等了啊。月儿呀，月儿呀。大叔，汇款是在这儿排队吗？啊，是的。小明，你搁这儿排着啊，我给你填单子。啊。请吃饭，你得回执。哎。哎，弄啥？聊啥？拿桂枝儿。哎，冯春，你准备给家里几千了？怎么样？咱那家底子写的对不对？对，就是。二叔，我上次借你的钱还给你。也中了吧，就几块钱，弄啥了这是？俺妈说啊，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哎，二叔。你们跑啥了跑？你跑哪儿了你？你咋回事？二叔，我给你买了只鸡。真是弄死你！我也喝点。你鸡巴喝点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我心里有数，误不了明天的事儿。中中，你喝。你干啥去了？这么长时间。来来来来，方便面，快过来。走。来吧，给这几个树端一下。端起来，端起来。二叔，唐叔叔，谢谢你们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多多发财。爷爷，这也不叫过年了，这能咋算呢？爷，冯明，哎呀，二叔要有对不住你的地方，可别生二叔的气啊！来，干喽！哎，你还喝啥呀？喝，你喝多了吧？老宋，矿水不让你对喝，冯明哈，我替他喝。你替他喝弄啥？俺俩喝酒了呢。还得喝啥？俺俩喝酒，你干啥了？还得喝啥也喝？喝吧，喝吧，喝吧。哎。
老头，你不是不喝酒？冯明承认了，高兴。来，冯明，叔跟你喝一个。来来，大伙喝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一块来一块。老头，来来来来来。或者走吧，赶紧走。坐坐，哎妈，烦不了。快点，把油锅往里通通。坐坐坐，坐坐坐，烦不了，你快坐。慢点就好了。哎，你折腾啥嘞？你把车扔那回铆钉了呀？坐坐坐坐。你这是弄啥嘞？你搬了它，你能拿着钱？先等我拆了，我就收拾它。二叔，你喝水。我不喝，剩点水喝吧。二叔，二叔，你喝水。二叔，小明。嗯。想家了吧？想，咋不想？那让恁二叔送你回家吧。现在不行，我钱还没挣够呢。人都出来没有？拆好了吗？签字。我不能签。为什么不能签？这是你叔跟我写好的合同，死爷给三万，不少了。我真的不能签。你签不签？还让他交出来办这事吧。你不是他侄子吗？你是不是就想把价钱给抬上去？别想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？你他妈到底签是不签？小兄弟，跟大姐一句话，
我让婶儿签了吧。啊，听话，签去。签字。没拉啥东西吧？